他是我们团最不能说，就是那个头，我就忍不住，我要把它拍下来。我也要说一声抱歉，我没什么好抱歉。来，调皮捣蛋，玩心动挑战，淘叨叨和腾讯视频、鹅鱼 onlin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硬糖少女303。雕雕闪闪的画面，我心中最放光。实际上，去 KTV 唱歌真的有点加班了。下下班。上来谁？应该谁打扮谁比较好？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Thank you。那应该谁的歌词记舞蹈动作最快？记舞蹈动作就是刘宪明。记歌词的话，我这个呢。记中文，还中英文词，他就比如。哎，怎么了？心灵。潇洒是百战，就是状态。快放掉！我带张一凡，他搞笑。要我的话，我说他够高，可以帮我扣到一些。谢谢，帮你摘椰子。他可以搬重物。哦，谢谢，我是举重的，谢谢。我信了。你要说刘宪宁不犯傻的瞬间，玉人呢 ？It's me。日常的小刘。犯傻？你看他现在就在犯傻。嗯。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犯傻。发大财，那不是最重要。身体健康，钱不重要，快乐最重要。一切顺利。糖纸们把祝福打在公屏上。我们要祝福左边那个人，他背什么什么，然后他是背最勇敢的。然后是我们团长，是最善良、最可爱的，然后是我们重点呵护的对象。你最优雅的。你最完美的是我的最仙女，是我们的脑子，我们的脑子最漂亮的、最可爱的、最能逗我们开心的开心果。我是搞笑你就好。火红啊，我高冷啊。他是我们团最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不是，我知道，我懂。你能换一个措辞吗？搞错了再来。他是我们团身材最好。你让我的内心荡漾，最帅、最可爱、最软妹的小公主，又是男单。其实生活中是最健康的，舞台上跟舞台下反差也是很大的。最老大爷的、最摇滚的 C 零是我们团队的，是最美丽的，笑容最甜的，声音最好听的，模仿最像的。兔兔，你怎么是来找牛爷爷来了？是呵护着我们大家的姐姐，会发呢。我考验和现实变成最想去做的事情。去哪家？去哪家？去泰国。泰国。去泰国。这个也就是在教大家一句嘛。碎晶晶。啊，碎晶晶。咱们今年就是最近做了一件你觉得很快乐。发表了30分钟的感言。脑海里面也是这个。牛啊牛啊牛啊！到手应该会剪吧，剪成3分钟。把它啊全剪掉。啊啊啊！咱们上面就是现在的两年前的自己，变得安静了。我以前也很安静，现在更安静了。这是你说的安静吗？对，我没有尝试过，都想尝试一遍。一位粉丝给我写的信是字都是有一点点扭扭曲曲的，然后我
我一开始还想说，哎，怎么这个字是这样的？然后看到后面才发现是因为生病。虽然生着病，然后还是很努力的想要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，觉得很感动。然后呢，他说你在家的时候，除了完成作业，还做了哪些事？看电影，陪宠物。哎，很羡慕了。可能第一次古装吧，然后也是跟挺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演员们合作，就学习到很多东西。你之前体能训练现在成果怎么样？体能训练时的凡凡，效果还是蛮显著的，然后确实是体能比以前强了不少。真的会接，打扰了。如果这两年是一首歌的话，你会觉得歌名是什么？爱我，它已经是一首歌。现在是你的毕业纪念。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别怕，未来会来。努力向上，加油！希望梦想成真，愿望实现。辛苦了，但是未来还要继续努力，坚持下去。对未来一定会很好的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有好运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脚踏实地。谢谢。哇！啊啊！你说谢谢，谢谢。啊！哇，这个东西，我的上八年。上去。走了，谈这个伤感情。谈钱有什么伤感情的？谈钱不伤感情。说钱伤感情，哇，赚钱哦！谈钱伤感情吗？谈钱伤啊，团建伤。你好，老师，他走了。Enemy pentakill。你知道你今天怎么了？你知道是吧？知道啊。嗯，知道就行。Ace。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你是赢家，自己看。什么惩罚？不准到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。都来吧。来，西里来，确定能够了没？三，没有，有名道歉大会。随时抱歉，我也要随时抱歉。我也随时抱歉，我也随时抱歉。我没什么好抱歉。我是最大的。陈同学。哈哈哈哈哈！他瑟瑟发抖，这个话有点恐怖。没说这就说换我也有点恐怖，不是我断了。没有，就是小丑这样子啊。我画的王一姐，因为我说解释一下，就说他不是我画的那个样子，但是是我画的那个特征，就是那个头。我真忍不住，我要把拍下来。太惊艳了，笑不出来。绝美笑容都发给牙齿。我也先说一声对不起。我觉得跟我比的话，你不用对不起。一头小卷毛，然后眼睛很大，但是我是黑眼圈大。然后嘴巴就是笑笑的，然后主要是重点是脸型，瓜子脸非常小，每天在喝多，热爱音乐，心都要画大一半。大家欣赏。我这里是画了他的血印，丁老头是说嘴的。咱们就是我没有什么道歉的，而且我敢说我是这里面画最好。咱们看一眼，我画的是看一眼吧。我觉得身材不一样，0.64分。努力白努力，张一凡。跟刘姐跟别人刘姐不一样，因为她刚跟我说的是赵烨在我心里什么。在你心里是一颗心。他给我感觉好温暖，给我更大的能量。只能你回答他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聚了一起，给我们最后一次手撕剧本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下面请欣赏堂妹 KTV。没听过吗？行，是一个年代。
以后怀念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